一小白兔了，嗯哼。在小屋爬来爬爬爬，最后谁赢呢？乌龟。哦，真的？他怎么赢的？为什么会赢呢？小白兔在睡懒觉。哦，因为小白兔睡懒觉啊。那你要向谁学习学习呢？乌龟。你要学乌龟干什么？学习。学习什么？学习跟乌龟一样快跑。奶奶讲那个东德先生好不好？那你讲呢？奶奶讲。Yeah. 当然是要听凯琳讲啦。同学有的小红帽，提着奶纸，还是太奶奶，他的奶纸就放在地下，他就走啊走啊，他到你的大灰狼。啊，真的？那要怎么办？你说怎么办呢？大灰狼睡在床上，练有蜘蛛拉着下，所以。大灰狼就躺在床上，就大灰那的心那的念爷叔叔就拿着牙打那的大灰狼，所以他们就开 party 了，对不对？哦，就把大灰狼打死掉了，他们就庆祝，就开 party， 对不对？是不是这样？是。哦，这样。那你再讲个东格先生。